先等一下。我们先等一下再看吧。他到底是在大家不是在位的是这样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是。那比较还好。不是啊，这样。哎，刚才没有说要这样讲话，那所以现在是要怎样？就不要拍了吧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五小姐。姐又合体了，大家是不是很久不见？就距离我们上一次见面，就是我们在韩国巡回的时候，是在五月的时候。就大家有没有很认真看我们的？应该有吧？嗯，好像好尴尬，继续尴尬。我们今天有准备新单元，对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哈。好，可是呢，我们有让粉丝们提问30个问题，然后我们现在来一一解答。没错，现在就正式开始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可以拍一期 Q&A 的视频吗？想看呢，我们现在就在拍给你们看，好吧？已经实现了，不急不急啊。OK， 然后这个问题就结束了。你们彼此之间谁比较强势？最常跟谁吵架？我爱你们，爱心爱心爱心。他只有三个爱心，所以有两个不爱的意思。对啊，你爱哪三个？不爱哪两个？只有三个爱心哦。请问一下，哪两个不爱？我觉得你应该先出来讲一下。你们要问谁啦？先是问谁？因为只有三个爱心，这题不可以答。太夸张了，笑太大力了，夹不紧肛门的力。你们对彼此都了解？哎，等一下，状况一下，我闻到。你们对彼此都了解，什么都可以聊吗？会不会有什么禁忌不能聊的？禁忌？月经？月经可以聊啊，我还可以贴在你脸上。就其实我们没有禁忌，就几乎都聊很深沉。没有，前一阵子我们才聊了一些内心方面的。对，我们分别做过对不起对方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对不起平言，就是他每次口红吃很凶的时候都没有告诉他，他吃得很开心，他的门牙都没有跟我讲，这样真的对啊。不然就是卡严是卡一整天。哎，严死。好，下一题。吴小姐下一次巡回演出会在什么时候？我们其实近期没有那种大的，没有大型活动，对。不过就是有小活动，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在7月30号，我们要在儿童新乐园，跟粉丝见面，我不知道，他们是要去谈的，跟粉丝见面，没错。我们要在7月30号在儿童新乐园办，没关系，没有人来，我们就自己玩。记得要早点来哦。对，所以5点来排队，凌晨5点。对，反正见面会就坐摩天轮，然后我们一车，你们一车，永远看不到我们。然后想问一下五三姐，在韩国读书的期间遇到最困难的是什么？是问题最困难的是，还有是结束学业之后有什么规划？这样子的意思。最困难的是呢，就国籍问题啦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这比较敏感一点，我也不好意思讲了，我怕我们下面那个是啊是啊快乐园地会变酸民天地啦，对对啦，国籍问题比较困难，然后再来最困难的就是语言问题吧，对，因为你要自己做报告什么，全部都要就用正确的文法。不过还好，就是每个学校会提供不同的学伴机会啊，或者什么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找看啊。如果你要去韩国读书的话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结束学业有什么规划？结束学业有什么规划？就是。其实没有到大规划，不过我会慢慢回归我们的吴小姐这样，然后我们会开始就是世界巡回，对，柬埔寨第一站，对，然后三个人去，对，就是柬埔寨敞开，对啊，就是他们先去看看那边适不适合我们办演唱会，其他两位呢有其他的个人活动，对，就我们比较忙一点，不方便出席。对啊，就没关系。不过2年后大概合体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会先就是先去整个大西洋吧。我以为选我选我，我是吴小妹的铁粉。上次在 net 看到好像你的人，不知道是不是这题跳过。重点是什么？想找你拍照，可是不敢跟你说话。自己留言应该不算吧？对啊，我觉得很明显就是自己留。Hello 铁粉，上次
在内的看到我，没错，就是我本人。啊，你有没有看到他抓妹妹？他想要拍照的话，请在7月30日儿童新乐园，我们不见不散哦。家庭，请问5个人吵过最大的架是什么？没有到就是很大，就是没有5个人一起吵过，但是小团体，对，就是小分队，吵不起来，因为5个人就会有些人会想要撮合啦，对，所以就不会那么吵，但是我们都是那种小分队吵，彼此有一些，当然还每个团体都会有争执，磨合期嘛，磨合和好之后还是姐妹，还是五小姐，好嘞，大哥，五小姐之所以会成团的原因是。一开始是你阿肥特先出，你起不来，你公司说要先捧你，但是捧不起来，对，捧不起来。那时候即使什么叫捧不起来？但是即使有人一直帮他发宣传单，对，對其实就有人要帮他办校园演唱会，我觉得很不必，但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要，就是很排斥，因为他会凶工作人员呢、啊，对，退快一点。很过分，对啊，所以就是公司看他这样子行为不是很检点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公司也蛮过分，就是每次那个出席的那个裙子都是垃圾袋，然后高跟鞋都是垃圾桶。后来会变成五小姐，是因为就是我原本就是她的保镖，然后还有化妆师，对我这边是化妆师跟造型师这样，啊，我就是他们家的佣人，凑在一起就变成现在的这边就是经纪人了，对，然后我们后来就。老板就说算了，你们5个凑在一起，反正你们那么长的就是时间混在一起，也有该有的默契。结果还真的反而比较红。哇！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对啊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近期的活动是在7月30日。OK， 谁谈过最多恋爱？5位中，好，1、2、3一起指好了，1、2、3，打啊！是我呀。那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这个团体有分配，就是有些人帮我吃食物，那我就帮他们谈恋爱。毕竟他们也不是很交得到。请问五小姐有 CP 吗？像韩团一样 CP？ 我们没有到很，你们想看是不是？对啊。CP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 couple。就是白痴啊！我们没有 CP， 但是我们直接有一对夫妻。我也是吹吹 CP， 啊，我是老公，他是老婆。对啊。我就说我没有讲错。好，不然他拱我，再拱你。选一位团里跟自己最尴尬的人，1、2、3一起指。好 ，OK。我没有哎、欸。其实我们没有到尴尬。你可以试试看尴尬吗？好了，可以接点了。好了，1、2、3一起指哦。1、2、3。就是要，我是说好要以后会常常团聚吗？五娃在这，怕你们毕业后很少见面。不会，因为毕竟我跟那个李延景就蛮。我以为我们会团聚的，因为我们在7月30日儿童新乐园。我们为了就是福利粉丝，我们大概就是也会在3个月啊，或是半年办一个见面会，或是演唱会。那如果你们想看我们团聚的话，记得7月30日，我们在儿童新乐园见面。好，下一题，最讨厌彼此的什么缺点？这个可以真心讲一下。我应该是没有。你应该水儿啦，哎，讲我讲我，哎，不懂心是吗？差点给他讲出来，哎，才学生呀，说不懂心，对啊，不懂心，我就不懂为什么会这样。好，那你讲，每个我固执，对，那你要讲固执，叮这样，脾气不好，脾气很差，你姐可能就是太肥这样，霸道了。直接笑不出来，对，是一个小故事，然后我讲好了啦。我觉得哦，他就是就很白，很白目吗？蛮白目的，就罐头讯息，哈哈。对，就是在我们群组里面很罐头。我们是讲我吗？现在？对啊，我们就是4个人都很认真讨论，然后他就会在大概半小时、一小时之后打八卡，然后这个事件他没了，没有出现，这样。我的最
讨厌的缺点应该就是很不注重我们的感觉。对啦，因为太熟。我很 free 没。然后宝宝就是你知道不讲，然后突然生气这样啊，就被摔键盘。摔我输。是呀、喔，他也是蛮不爱做报告的。对啦，就是有一点点小小被动啦。对，一姐吗？好像、啊。其实我跟他很常尴尬。对啊，我们两个有时候可能。他然后刚指我，刚指。可能因为以前常常吵架，他们很爱吵，对，爱吵又爱一起住。好了吧，你要不要？宝宝就是就是有个部位太垂，就是啊，做报告的时候就是爱生气这样。对，没有。海外专访的报告的时候，大概就只剩我跟他是醒着。我最后起来，我会起来帮忙，真的吗？对，没有啊，你都在睡啊。对啊，我们一起睡的，你想赖啊？这个哦，不是，这个问这个还带女朋友来睡。一起奉茶给我们两个喝，就当做有做事。对，平安是就有时候很冲啊，讲话不经大脑，对，比较，然后脸就会很，因为这人没有脑。抓住那个错，我直接拱他了，拱给你们看，我要拱，拱拱哥影，这不能上字幕，他有碰铁粉。谢明龙的话呢，就是觉得他有时候的灵魂不在这世界上。该发生事情的时候，他张惠妹里面可以看30次，就是我们吴晓波好像一次都不看，然后张惠妹可以看30次。好，哎呀，五小姐遇到危机，只能以四小姐出道，你们要把谁踢出？我觉得我们一起指好了，好，一二三。我就知道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毕竟还是唯一理男性，对啊，逼我讲好，哎、欸，再拱，我已经被拱出来了，拱成这样了，哪有？哪有？今天哪有拱什么？是我这边算了啦。曾经最尴尬的时候。曾经最尴尬，我觉得应该就是接不下话的时候。现在吧，现在最尴尬。刚刚前面那几题这样，对，那就最尴尬。OK， 好，直接讲完。好敷衍哦，好敷衍哦。团里谁公认个性最机车、难搞、爱生气？自己指是不是？要一二三。公认吗？公认，公认是哦。